说这是谁家的小黑在咬死我们家的小黑，您看它是比特犬，好可怕、哦、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绑在我家里的狗笼。暂时先把它收容在我们收容所了。那经过公告的程序，看看是不是有事主出来这个承认领回这样子。毕竟他这个好像有项圈绑在他的脖子上这样子嘛，那应该是有人饲养的犬只。啊，有。